这个事情估计是胃上
父亲帮忙了以后才把那个肠道那地方啊，现在把它清掉，把它一点点拔下来啊，拔下来啊，那个是很小的袋子啊，像直接一点点打啊，为什么那个本来就占的也不多啊，是一个袋子，中间没有嘛，没有肉吃嘛啊，也没有动物类的，后来后来好像精神上好了一点一块啊，袋子就多了啊，积压的就多了啊，就感觉说胖了什么之类的，肚子变得大了，实际上是里面扎的袋子多了啊，赶紧把它一个一个搬出去啊、搬出去，搬出去，一个一个搬出去，把它我看到垃圾车来了啊、垃圾车来了啊、把它搬出去，从腹腔搬出去啊，原来在上腹部啊，上腹部啊，因为逐渐在胃的地方放了，在这放多了一个，放多了一个，就往上顶了，顶了一个就呼吸，受影响了，那么呼吸受影响就跑步，跑步的时候。就没这个力气了，难怪我到了差不多初三的时候就没力气去跑步了啊！原来是胸部啊被往上顶了啊，腹腔与胸腔之间有个隔膜，隔膜往上顶了一块，上面的空间就小了，那就没力气了啊！所以一直力气不大啊，一直力气不大啊，一直力气不大啊。是原因是在这里啊、现在就把它清理出去，把那个上腹部的那些都把它清理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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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把它清理出去啊，沾了垃圾车把它脏走，垃圾车脏走，实际上大神告诉我们，人呢，要么就是用太阳能，像外星人用，要么有太阳能，要么就是用，吃植物，植物作为能源，千万不能吃动物啊，动物一吃以后，那些外灵就找来了啊，找来了，千万不能碰它们啊。现在把那个腹腔里边带有那个，带有动物类的渣子啊什么之类的，只要有带有一点点，哪怕水分都扎起来了啊。都扎起来了啊，就把它搬走啊，把它运走啊，把它运走，这样就把它干干净净，把它清理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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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净，我这边清理干净那个雕像上的信息也就清理干净了啊。所以作为一个雕像很严格的啊，要显示之前呢，要把那些要清干净。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沐浴啊，一个大事要办的是要沐浴啊，沐浴就是要把这个身上洗干净的啊。但现在是把要动物类的东西清干净了，明白了啊，清干净了，那个雕像才会显示啊，不然有那种信息带出去，明白了，难怪在这个关键时刻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是清理到腹腔里的啊，因为我看到垃圾车把它放到垃圾车把它运走，把它运走，把它运走，把它运走啊，那就继续啊，我这边摄像头就关了啊，让它继续搬啊，好，再见，哎。